三国志龙门阵，巨制新编卢台策，诗街亭空城计，随机百变火孔明。咦，这是在干嘛？原来是三庆班招聘啊，那我得谋个角色演演。在下卢胜奎，特将简历奉上。好厉害的简历，既然这么厉害，我们来考验考验他吧。司马懿人呢？该他上场了。你先别上去，轮到我上场了，你们这不是坑人吗？司马懿怎么还不来？要出演出事故了。这可难不倒我。这是怎么回事啊？卢先生不会急糊涂了吧？让我出去，我要上台了。再等等，再等等。咦，这词怎么没听过？嘿，好像是新词儿，这词儿编得可真绝呀。好，太好，好。58、59、60，卢大师还能编多少啊？太绝了，这才是真正的即兴创作，这活活的要唱完一部三国演义了。到我了，我必须上去了。救场如救火，卢神这是太绝了。好，太好，好。继上次汇报演出连唱108句即兴救场，卢胜奎声名大噪，提前转正。他凭借天赋异禀，坚持笔耕不辍，终于著作等身，成为了一名京剧剧作家。卢先生，您现在是三庆班大红人了，既演戏又编戏，大家都叫您火孔明卢台子呢。哈哈，过誉了，其实这就是戏曲的智慧，不仅要夯实基础，更要灵活应变，大胆创新。与您共事，我学到了很多。小失意，这把羽扇送你，希望你也能成为小诸葛。多谢大师，我该怎么回报您呢？回报就不必了，你帮我找一趟刘感三，把他寄养在我家的小毛驴送还吧。好嘞，没问题。卢胜奎，同光13绝之一，京剧最早期剧作家之一，所著《三国志》《龙门阵》《法门寺》等优秀传统剧目保留至今，三庆班所演本戏多出自其手，绰号卢台子，功老生，唱腔平整稳练，友善扮演诸葛亮，气度不凡，时有火孔明之誉。